车手来到妈祖庙要进行面交，殊不知他早就被盯上，被远警团团包围压制在地，双手也被反铐。一开始他还想反抗挣扎，来看一下当时画面。坐下，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那么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，她投资社群股票群组，前后汇款面交660万，但迟迟无法将赚来的钱拿回来，这才惊觉被骗了。没想到对方食髓知味，还要求被害人加码300万继续投资，而且还把面交的地点选在人来人往的妈祖庙，以为人多可以作为掩护，但警察更聪明，假扮成香客锁定车手之后，当场将人逮捕。大批警力以乔装成香客混入其中，带林姓车手现身取款之际，遭埋伏警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上前逮捕。在妈祖面前还敢做坏事，最后下场就是被警方逮捕，连同车手以及负责接应的同伙，两人统统被绳之以法。